各位网友大家好啊，这边是空大过来啊，这是宝和街，然后这边有很多的那个补习班，然后这一条呢就是老街了，老的小街，但是这一条街很热闹哦，这里有成功书局，好，这就是中正路185巷，看这个街道这么小，你看它很热闹哎，那车子很多哎，大家都走这个老街过来，啊，它通这个中正路边比较快，啊，这边有那个熊正雄一号，这个是中研里里长候选人，啊，还有这个光华里的啊林立燕，啊，然后再过来这边有。彭佳莹的5号，好，这也是林立燕的那个里长的选举的啊，哦，所以这一条是蛮热闹的。这边有一个大楼，嗯，这个大楼应该是那个巷子里面的豪华大楼。就是空大前面这个，巷口也有一个啊，林立燕。这条巷子蛮热闹的，原来这个大楼叫做香林纯永，这是香林纯永的后面。看它巷子蛮小的，结果摩托车蛮多的。林立燕的，巷子也有一些，也有咖啡秀。光华里。所以光华里也是一些旧社区，有4楼的啦，5楼的啦。